叫什么？我说的你可听清了？听清了，不接香包，已经有主了。我那么喜欢你，又怎么可能去喜欢别人呢？ 以后有我陪着你，看好。 我白凤九定要将东华帝君拉进十丈红尘，因为我最喜欢你。 天下苍生，寻我必有者，从未间断。亦想天开启念，要来保护我的。这么多年，倒是第一次遇到。帝君。 小白，是幻觉吗？啊，我没有让你变成斯帕。
听说过的事，的确是我对不住你。我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它给你。 习俗来讲，圆房第二天早上要吃紫薯，想必是因为。